伊唱歌我知影大家爱听啦，但是伊无应该来啦。你要来，我一定甲你挡，讲你莫来啦。庄日雄说溜嘴后手术成功，詹雅文被曝容总开脑续命。你知道雅文姐是安怎？跟雄今麦徛在舞台上，所以我们的庄委员从刚刚到现在都一直在隐忍自己的情绪。台语歌后詹雅文罹患帕金森氏症，之前传出六日要进行开脑手术，虽然当时经纪人表示只是例行回诊治疗，否认开刀，还透露状况一切正常。詹雅文也回应，我很好哦，小检查而已，感谢大家的关心。结果六日晚上与他拥有好交情的委员庄瑞雄发文露馅，我的挚友詹雅文进行手术，我担心了一整天，还好手术顺利成功。因为有你来作伴，因为一定会好陪。事实上他四月三日还特别南下屏东帮庄瑞雄站台，是因为他跟我同样的背景，只是一个装卡囡仔咨询的时阵，拍到安尼拍清清啊！即马来啊，你来啊，来啊！你拍呀，你拍呀，你拍我看麦。我拄只看到伊咧擦目屎吼，所以我想要听伊讲一句话。你莫对大家讲，无紧你对我讲，因为你即马安尼，大家感觉讲出忝的，你知无？敢若比我较忝呢？我是为台北赶来的呢，较忝的人是我呢。我本来是叫你莫来，伊不爱我来。真的啦，我本来就能叫你卖啦。我看你，汗拢一直在流，你知不？伊唱歌我知影大家爱听啦，但是伊无应该来啦。你要来，我一定甲你挡，讲你卖来啦。而詹雅文四月一日愚人节才宣布将在八月唱进高雄巨蛋，希望在剩下的生命旅程用歌声陪伴大家到最后。而詹雅文先前在专访也有提到对于生命的看法。人生的底片，精彩翕一群。我说走马灯，那不是底片吗？好了，我来写一张底片，所以我才写了这首歌。所以坎坷的路不是别人经出呢，是生命一部分，好坏拢是生命一部分，你都该接受啊。然后我希望自己往后就是没有告别式啦，没有灵堂啦。然后没有人来祭拜啦，就树葬就好了。其实还没得这个病的时候，我都知道人生是在倒数，每一天都很重要，而且每个当下才是真的。